老板您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阮文征，我今年32岁，我身高170，我体重78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还没结婚，家里忙，我是工人，我会用电脑机，我想到新加坡工作赚钱，请老板给我机会。到新加坡上班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我家烧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